下雨都会习惯穿拖鞋。下雨怎么要穿拖鞋？我们那个底下的栏杆哦，比较细的那个木头。下雨应该穿雨鞋、啊。好，不要急哦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不要急。他没有用水枪啊，所以为什么云仙乐园的老板很好？因为他们的阶梯都有用水枪洗。云仙乐园有600多种的蕨类，它是台湾保存最好的地方。嗯，这个很短的下来。